51岁的黎明四月升格当爸，和小19岁的助理相恋并生下一女。作风低调的他鲜少分享家庭生活，不想让小孩曝光。如今罕见晒出女儿正面照，引起热烈回响。女儿难得露出正脸，却遭黎明亏好胖，笑翻众人。不过他圆圆的脸蛋加上一双单眼皮，看着镜头抿住小嘴，模样超级萌。这次黎明会罕见晒出娃照，原来是在举办演唱会时承诺会与大家分享，而隔天立马兑现诺言，让粉丝超兴奋，激动回应超像你的啊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